衣服吗？我是小胖大姐的橘色衣服匠。衣服匠，过年快到了耶！过年到的时候可以吃什么东西？哦，好像很多。还有呢？还可以做什么？吃好吃的东西。吃橘子。吃橘子哦，大吉大利，对不对？大吉大利。对，还有呢？还可以呢，吃很多很多零食啊。还可以吃零食，对不对？吃饼干啊，吃糖果。在那个网络上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东西哦，让我们来看一看好不好？这是热腾腾新鲜大货，那我们来打开里面看看是什么东西好不好？啊，大吉大利！哇，直接给你拿出来。好，这个是呢，好，我们来看看，这个呢是我们就是一步八发现的新奇的东西，这个零食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看。它是小卷，看起来蛮好吃的，我们来试吃看看，好吧？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呢，我们就是准备要来开哦。哇，你打不开哈？我们来看看，哇，有一整只，好，大家看的还蛮大的耶，你们看，一女生的手掌，小朋友的手掌出来，姐姐的手掌，你看。非常的大只，虽然价位有点高，可是呢，我们觉得还不错。过年的时候超适合下酒菜，还有呢，去露营的时候，我们橘子这一家很爱露营，所以呢，露营的时候也可以带这个喝酒、喝饮料的朋友一起享用这个东西。我们来试试看看喽，先从它的屁股好了。嗯，还不错吃，口感脆脆的。可是呢，嗯，那你吃呗，你吃屁股吗？好吃吗？什么味道？葡萄。葡萄的味道。真的吗？你看这一口，这个有点咸，所以对小朋友来说真的不太适合。哇，我们准备了这一瓶可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非常非常，一步妈个人觉得它有一点点咸度，所以呢配上了可乐。不会这么咸，所以呢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。大家呢也可以喜欢喝酒啊，喜欢喝什么的饮料啊，都可以一起就是互相搭配。我们来配配看，这个泡面。那等一下我们就来泡喽，加进去好不好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耶，我们终于把泡面泡完喽。那我们等一下来准备把那个小卷加进去泡面，看味道如何，好不好？我喜欢吃。你喜欢吃什么？泡面吗？那我们准备加咯。OK， 那你坐下来。那我们就下去咯。我沉下去它。那我们把它沉下去。那我们就下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准备来吃哦。看它的味道是什么哦。那个姐姐说她要吃花花，先给她一个花花。好，那我们准备来吃咯，夹起来，把它夹起来。在水里面会游来游去。好，我们准备吃，好烫哦。泡在里面的话呢，就等于我们一般市面上买的小卷。所以其实是一般市面上那种咸咸的小卷，有没有？然后把它下去烘干的小卷，对不对？好不好吃？这样子呢，如果觉得泡面不是很咸的，有没有加这个？多加几个，它就会变成很咸喽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对，哇，吃一口。给大家说好不好吃？好吃的。好吃。那我们等一下就要把它们吃光光喽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继续加泡面，因为我觉得一步妈觉得呢，加在泡面真的还不错吃，所以呢，我们继续加喽。那记得呢，喜欢我们的呢，欢迎订阅我们哦。那我们这一次开箱卡拉小卷成功，有兴趣呢，大家可以回去买来试试看哦。大家拜拜。